Hello， 大家好，你看他们两个在干嘛？谢谢，你在干嘛？我要说服他去拍视频。我不去。看你能不能说服。去吧！救命！真的！救命！不去。去拍视频，好的好的。去吧去吧，儿子，去吧去吧，拜拜的车，现在才去吗？对对，这么晚不拍。你看到没？好的，大家去吃晚饭，那我们要去拍视频了，拜拜大家。哎呀，去吧去吧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去吧去吧。哎呀，去到。我们下播啊！我下播的啊，真美。嘿，你这嘴要跟我说句嘛，海涛听话听话，去吧去吧。哎呀，别拜拜我，拜拜大家，拜拜。祝大家吃晚饭，怎么说？有什么胃口口味？拜拜拜拜，我们挂啊 ！Thank you 了 ，Thank you 了，怎么挂？啊，就我怎么挂？你都不会滚，我也不知道。给你十分钟，10秒，如果你不会挂，我就不去了。叫我的反二，这你这么多按钮，你自己选一个。3、5、6、7。今天不会关，完蛋。9，哦，就完蛋了，不会关。10。我没教，我没教。我没教哦。哎，去吧，去吧。对。去哪里？去相亲，老板准备去相亲。我的天哪！哇，好惊讶。你行？你怎么这样的？他怎么这样的好假啊！好惊讶，老板好惊讶。哈哈哈哈，他学你好像的。好惊讶！啊，笑死我了。去，走吧。走。啊，老板，你找女朋友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啊，我是去看一下，有一个女孩，她也年纪也到了。哎呀，好惊讶。别这样，我是去帮粉丝相亲。嗯，真的吗？还是帮你的？帮粉丝，帮粉丝。我不信。真的，真的。我不信。嗯，我信你个鬼。我们到了，到了，到这个咖啡厅了。是不是白白色色的？嗯，对对对。哎，可以呀、啊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啊、哦！漂亮，可以的。嗯，老板的相亲对象一定是漂亮的。嗯，走走。偷偷摸摸过去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你是阿玉吗？是的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对了对了。认识一下，认识一下。对了，来吧，你好。坐坐坐，你。过来过来，你们过去干什么？我一个人不好意思，老板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漂亮，漂亮啊！年轻，哎呀，年轻啊！老板，有眼光，有眼光，嗯，必须的。认识一下，你知道我了吗？你看过我的视频吗？有看过的。看过啊、哦。那但是我看见你在视频里面好像还比外面还帅很多。哎呀！怎么这样？那肯定了，视频都有美颜的嘛。嗯，在这里没有美颜的。啊。然后点水了吗？点水了吗？点水，点水。谢谢。点点水过来。点好了吗？好了。嗯，好嘞。今天第一次见面，感觉怎么样？不好意思啊，没有不好意思的。你这些背主要是做什么的？我就是拍视频啊。哦。嗯，就。那你做得好不好？现在。现在好不好？先这样帮我回答。还可以吧，还可以，可以有点。奏奏合吧，奏合。奏合奏合，对对对。就是拍视频，主要是这个工作。我以前是做服装和化妆品的，但是因为。没有不好做嘛，但是就没做了。嗯嗯，那我喜欢这你这行啊，到时候你可以有就是带我吧。
带你啊，带你啊，可以啊，有时候过来玩啊，要不你过来工作一下试一下可以啊。啊，哦、对，我还不知道你做什么呢。我现在主要是帮别人做一点，就是生意。帮别人做点事。然后有时候我自己也要投资、啊，自己投资一点其他的。哦，自己也投资，哇，厉害哦！你是在这边吗？你是主要是一直在河内吗？听他们。对啊，我一直在河内的。嗯，可以可以。我看见你们的那个脸窝这些的做很多的那个好玩的东西，我感觉很有兴趣的。哦，也很有兴趣啊。嗯，就是比较感觉，就是说看他们感觉很那个，就是很有兴趣，就是开心的、啊。开心好玩、对吧？对啊。嗯，那你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也想跟你们投资做这些这个方面的，因为现在这些男的、他们很喜欢这种就是排演戏这些东西的，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快乐嘛，喜欢就是有一点那个就是。好玩的地方，然后到那里去，然后如果不能去的话，可以在你们这里看你们演，也是感觉很那个、开心啊、就是旅行啊，对，可以啊，那你可以过来，我们可以试一下嘛，可以跟我们玩一下嘛，一起。我刚看到你开车过来的，你是自己买车了都？是的，我买了几年了吧。哇，买不买？厉害哦。也没有厉害，但是主要是要使用的。都要走来走去的嘛，工作要需要的，也方便哦。是的。嗯。然后我朋友介绍你跟我认识一下，他说你也是单身的是吧？暂时还是这样的。明天就有了。明天可能会有了。明天就有了啊、这样子挺好的。那、有时间都过来玩嘛，到公司玩也可以上，先合作一下试试看嘛，可以吗？反正我这个现在有点空嘛，所以我经常会过来帮忙，有什么我都会帮忙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行，我们去里面吧，外面太吵了。对，去里面。我们的果汁到了，先喝果汁再聊。你想了解我一下我的老板干嘛呢？干嘛还了解了？没事，你有什么你可以问啊，大家互相了解一下嘛。那你在这边那么长的线，你感觉这边怎么样？感觉还可以啊。我待了4年了呢。那你有没有打算去这边定下的？安家呀。安家。哦，以后有米了，肯定打算这边安家。现在还没有吗？按下，然后你就是买房买车在这边对吧？对，以后肯定会。现在还没有米，还没买，所以。我认为你肯定会可以做不到的。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我老板高富帅。高富帅。你应该在这边，你在河内听他们说也很好几年了，应该都有了吧？是的，我在这边好几年了。好几年了。反正什么有了就有了，没有就慢慢来吧。你有厉害哦，这河内房价很贵的。是的，房价，河内的房价有一些地方是很贵的。收留我吧。收留你。收留我吧。你看到这样子。我是你好久没上任。这么快就巴结人家，你这个人太现实了。你要把老板的后跟他这样。对啊。那我还要看他现在有女朋友了没有啊？我也怕打人嘞。没有嘞，没有，单身嘞。单身，对，单身。单身的。但是，我以前结过婚了。对，我老板结婚了，还有一个女的，我会介意吗？这样了。你这个人为什么直接这么说出来？等会说。会做饭，对，做饭很好吃，很顾家的。我在中国也有个女儿了，7岁了，8岁了。那也正常的啊。正常。我感觉很正常的，现在这个社会都很正常的，主要现在的人就是看，自己他的心理怎么样，就所以呢，其他的问题对我来说也不是很重要的。怎么要有什么很多钱啊，要怎么很帅啊，对我来说也不是。就是很重要的问题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老板，
老板，你要抓紧，抓紧机会，抓紧机会啊！这么好的女孩，那男人、那男女孩都好啊，大部分都是好的，对，大部分他们都有这个想法的，就是说对他的就是老公或者什么对象，他们都是。都有这个想法的，就是都是这样的，很好的。主要还是帮助。不知道你们中国那边的女孩怎么样，但是我们这边我知道了，肯定都是这样的。我觉得啊，现在的离婚率的那个很高了，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介意了。都可以，只要互相相爱就行。啊，说的对，他很认可姐姐说，你很认可姐姐说的话，对吗？对。所以说大家先交流一下，聊一下，对吗？好，反正我们先互相了解一下，好吧？好的。你多大了？啊？你今年多大了？哦，那你是对这个年龄有要求吗？你想多大的？比如说？我喜欢就是大概38到45这样的。咦，那我老板32。哇，你这么年轻啊，我以为你要40了哎。那不行啊，完蛋了，老板完蛋了，咱们竟然因为太年轻被别人嫌弃了。不行，那里有你要叫我弟弟呢。弟弟哦，弟弟可以。哎呀，今天相亲结束，相亲就在这里了。结束。那个，我们再聊，好吧？好的。大家拜拜嘞。拜拜。拜拜。口号：笑看风云，一路有你。啊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，记得分享哦。预知下回分解，请关注。